有阿坤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坤，欢迎收看阿坤的水族游乐园。今天是那个花枝宝宝周记第五集哈，也就是最后一集。那之后呢，还是会继续拍啦，只是说大概就是把它做一个，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训练的一个连贯动作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开始呢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喂饵料呢，已经喂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训练它怎么样呢？手喂，好，手喂。我们用手拿着饵料要它来吃，好，平常我们它们手在那边拿来拿去，它有时候会闪躲啊，好像现在这样子。好，它们都会闪躲哈，它会闪躲哈，因为手对它们说是比较陌生的东西，虽然平常有看到，可是还是会跑开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训练它哈，来我们手上吃东西，好，来我们手上吃东西，它的镜头还比较有兴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慢慢训练哈。我们训练它从手肘这边吃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一餐一样哦，要喂它吃它已经习惯的南极虾。哦，南极虾。那我们要开始喂食哦。好，南极虾。好，那这些饵料呢是他们已经吃习惯了，所以他们去那个对这个饵料只要稍微晃动呢，他们就会蛮喜欢的。然后呢借机呢就比较不会因为吃这个东西，因为说我发现原来我的手是可以作为食物提供者的，哦，食物提供者，所以他就会比较不惧怕我这样子。好，慢慢一样，慢慢晃动。哦，那第一次一样哦，都是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它还是会有点惧怕。那镜头有个集中作用，所以它会知道有东西吃，可是它不太敢吃我手上的。然后去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哦，头要露出来哦，他喜欢看到有头的状态，他比较喜欢吃。
好，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装置放三十支，现在我不知道剩有没有一半哈、哦，剩没一半，好，那都会折损啊，都会折损，其实折损率还蛮高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喂看这边的哈、哦。我们那个安吉虾第一次喂食哦，那基本上都愿意来吃我手上的东西就可以了哦，因为慢慢的他们会一只跟一只学这样子，那我们不要强求第一次就要达到多好的效果，好，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训练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在这些吃饱了，我们第二餐呢会喂更好吃一点的东西，然后让它刺激它更来跟我手上要东西吃这样子。好，那另外介绍一下那个有那个狗沙蛋哦，然后我已经都把他们那个帮他们清过那个皮的哦，可以看一下，非常清楚，有那个很多小鲨鱼在孵化哦，很多小鲨鱼孵化中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蛮多的哦。那今年因为有特别养一些母的，我来生蛋，我还生蛮多的，那希望明年可以有那个小狗沙大军哦，小狗沙大军军团，然后我们这个其他的就给这个给这些鱼吃吧。好，那我们那个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喂那个第二餐哦，一样是守卫哦。那守卫就是这样，必须一直强制每一餐这样进行哦，除非那个饵料不好拿，这样黑壳虾太小，我就没有办法哦，没有办法这样拿哦。那基本上就是用一些可以手拿的饵料这样训练它。那不是训练它要吃这个饵料，这个饵料是本来它就会吃的，只是说我们要再多给它一些。我们要再多给他一些那个，就是我以后就会认我的手哈，我手拿什么他就会吃。像那个后来我们的去年的那个吃青椒，就是后来我只要手拿什么他就信任那个是可以吃的。我们要训练到这个地步，好，所以就是这样循序渐进哈，把它弄到后来他是愿意吃我们手上的东西跟研究哈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等第二餐喂食喽，先这样子喽。Hello， 那我们那个下午了哦，那天色也快要暗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它那个我们早上喂的这个南极虾，我们把它那个残饵先大概清除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来守卫另外一种饵料哦。它吃都会有些残渣，因为这种是冷冻饵，它们本来就不会吃太干净哦，它们都会剩蛮多残饵的哦，所以虽然冷冻饵省钱，可是就是说它的清洁方面，因为它的食用率没有那么高，所以他们通常都会剩一些残饵吼，那我们就要手动把它清除。好，那这一样给鱼吃。
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喂一下这个哦。那这次要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小鱼哦，小鱼，我们小鱼还是蛮多的。好，来喂一些这个小鱼。我大概随便捞一些，我大概捞。好，大概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小鱼哈，我们这小鱼呢要有吃够哈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大概至少每一只花枝要吃到一到两只哈，这个小鱼。好，那我们一样用手喂哈，今天改用手喂，今天开始用手喂。那基本上对早上的训练可以看出来，对阿坤的手呢是没有太大的那个反感哦，不会有太大的警戒心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拿手直接活鱼喂食这样子。好，那不然他一般活的叫他抓，他有时候有点懒得抓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测试哦。
有阿坤的味道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把剩下的都倒下去给他们喽。好了，然后我们那个吃的状况还不错，我们还是会晚上呢喂那个黑壳虾，哦，补一顿宵夜黑壳虾给他们，然后确定他们每一天每一餐都有吃饱哦，每一天都有吃饱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喽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小铃铛记得打开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发布讯息。阿坤的水族游乐园呢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。拜拜。